好，把我们的镜头呢回到台湾，这五都选将的登记现在是倒数最后一天了。蓝绿的新北市长的参选人呢，朱立伦还有蔡英文，他们不一而同的是选在今天来登记。我们看到了，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蔡英文正在进行当中啊，他是这个骑着铁马来抵达这个现场的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刚刚呢他这个按了一个图章，然后在旁边呢还有人在跟他这个说话，他也在仔细的聆听。而另外一方面的这个朱立伦呢，他也选在今天，但是他的时间是预定在11点的时候进行登记，到时候呢，我们也会把最新的画面和现场带给您。